把节奏抢下来，顶下就要斩掉了，不然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这里如果这边瓦路兹加拿必杀魔弹，然后没有，这边应该是直接库胡林了，直接库胡林，然后撞必杀。对，库胡林撞必杀之后，再那一只一的鸡翅五六减二啊，这一只熊直接下去，直接撞下去，先出一只，然后再撞那一个，然后后面三血瓦路兹直接拿魔弹。对，那这一只贝亚特利斯要先下，对，要先下。然后他先直接撞脸，然后会出一只，对，然后这只小熊再撞一下，再撞一下，然后再出一只，然后再魔弹，哦，他打算再撞掉，他打算用另外一种打法，这边下这个，对，然后撞，然后这个再撞，然后谢利亚，对，谢利亚收回去，再撞解，然后就死了，斩掉了，就斩掉了，三攻加那，哇哦！是直接变魔术，直接我刚才没有算斩，然后后来想一想，好像已经直接就斩掉了。